秦牧，你说如果是中毒的话，是谁会给李老爷子下毒呢？只要跟李老爷死前有关的人，我觉得都有可能。所以你才瞒着李广仁中毒的事儿。我不想打草惊蛇。这李老爷生前有没有什么仇家？即使有，李广仁也不会知道。我们只能等若兰回来再做打算了。南宫少爷离开尸体后活得可真自在。那是当然，不像你啊，在哪儿都是如鱼得水的样子。小白，你看看你这妹妹，穿上礼服的时候是个大家闺秀，跟尸体打交道的时候又是另外一种吸引力。哎，南宫少爷，嗯，看那边。小白，你说会不会是李维之回来了？有可能。我不说了，我不说了，我说了啊！哎，你们俩，我就回去睡觉去了啊。没错，最有可能下毒的就是吃。翟兴，你怎么表情怪怪的？南宫少，你怎么来了？怎么着？这案子好歹我也有参与，好吧？我不能来啊！你们要去哪儿？小翠要带我们去李老爷的收藏室看一看。哦，我知道，跟我走。这是老爷平时休息的地方，这里都是一些他的收藏品。这不是四方斋的点心吗？你知道啊？当然了，我可是最爱吃他家的绿豆糕。老爷去世那天有吃过吗？有，老爷最喜欢四方斋的豌豆黄，平时每天都会吃，从来没落下过。四方斋的糕点谁去买的？阿九会送过来，他是四方斋的伙计，平时糕点一直都是他送的。阿九，翟星，你马上把糕点拿去给青木化验，我们马上去四方斋。哎，小白，你怎么每次都这样？等等我！你终于知道我的痛苦了。我也这样。有过之而无不及。那我总有一项比小白强了。哎，你看那边。哎，翟星，你帮我看着他。南宫硕，你不过就是饼嘛，我紧张什么？老板，请问你们店里有没有一个叫做红阿九的伙计？哎，有啊。那这个照片上的人，你见过吗？这个人长得确实像阿九，专门往李老爷家送点心的伙计。这是阿九的哪位亲戚啊？这个阿九，他现在人在哪里？刚刚带着一颗点心，说是去给李老爷吊唁去了。